后千万不敢在孩子跟前死呀活呀的，孩子小往心里去啊。桃花别哭了。翠翠，翠翠，哎，来，哎呀，娘，哎，翠翠，哎，这几件是小的时候永清和玉儿的衣服，你拿去啊，给二华子家的。娘，他家孩子那么小，这衣服穿得着吗？哎呀，现在穿不着，过一阵子不就能穿着吗？现在给他们是个心思啊。嗯，那我去了。嗯。哎呀，当家的，这二华子家的咋办呢？咋办？村里寡妇多了。哎，这二华子是为了打小鬼子死的，以后咱们村里人多照顾点就是。这有的事儿能照顾，那不有的事还照顾不了吗？要不？咱再给他说一个咋样？你说啥？他男的刚死啊，这是，咱先说着，这办事以后再办呗。再说现在不打仗吗？哪那么些礼数啊？那找谁呀、啊？给他？北村行不？啊？你看，村里有的是中国人，你给他找个日本人。这北村在咱们清风岭都待了七八年了，还日本人呢？我看他就跟中国人没啥区别。你不知道。这俩人啊，我以前看到过，这个二华子家的总跟这个北村呐、啊、俩人逗着玩，这北村也不恼，我就寻思着这北村可能喜欢他呢。他一个日本人，你万一他结了婚啊，等仗打完了，他把二华子家的带回日本咋办？啥带回日本呢？这个北村现在不跟中国人一样吗？要想回日本，他老早就回去了。也是的，这个北村跟那个北村他不一样，他现在拿自己当中国人。哎，你不知道他以前那个老婆不就是个中国女人吗？不管咋地，他是个日本人。那你说咱满清风岭他找谁去？你看二脑袋行不？哎呀，这二脑袋多大岁数了，你都能当他爹了。你说说看，这不行。我觉得北村倒插门是最合适的。那这事儿啊，你得先问问王先生，这北村是王先生引进来的。哎呀，行吧，我去问问。在，哎，嫂子，先生在，嫂子，哎，有事儿？我路过，这不顺便进来看看。啊，你们忙你们的，忙你们的。行，你随便看看啊。哎，行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北村呐、啊，你今年多大岁数来的？39了。啊、哦，大了点儿啊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个，我想跟王先生说点事儿，你出去转转，来、啊。哦，啊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先生。哎哎，哈哈哈。哎呀，嫂子，哎、坐。哎，好。啥事儿啊？说吧。哎呦哇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、啊！王先生啊，嗯，我想给北村说个媳妇儿。他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看他挺可怜的。他刚才说39了，老婆又死得早，这不一个人真的挺可怜的呢，是吧？嗯，那你想说谁呀、啊？那个，二华子家的，就上个月男人刚死的那个，他娘家名叫桃花。我看他俩还行，还行。哎呀，那老嘎他同意吗？我这不给北村说呢吗？他同不同意管啥用啊？他没说他是日本人。说了，你才听见呢，隔那么大老远呢。啊，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的，心胸狭隘。开始的时候吧，他倒是这么说，后来我劝了劝，他就不那么想了。他现在不愚昧了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进步很快啊，这个玉米你都会用了啊！哎，说这个事儿也是啊，他同意了，
我倒是有点顾虑啊。咋的？这个北村啊，的确是日本人啊。现在打仗，我们不让他走。可是将来这战争结束了，他可是要回日本的呀。他万一他娶了桃花，那桃花能跟他去日本吗？你咱中国人去日本干啥去？你看，我刚说老嘎狭隘，我看你比他还狭隘。那怎么？日本人能到咱们中国来，咱们中国人就不能去日本？我当年还去了日本呢。不是啊，王先生，那去了日本不等于掉到坏蛋窝里了吗？你看你，你看你，哎呀，你这个郁闷啊，就放在嘴上了，其实你自己就很愚昧。这个发动战争的日本人啊，那是坏蛋，其实日本的老百姓啊，跟咱们一样，都是想过好这个好日子的人。这个北村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啊，你还要给他介绍对象呢，你觉得他是坏蛋吗？那倒不是。所以这件事啊，我看是这样的，你要想做成这件媒啊，你要给那个桃花啊做工作，他要有个思想准备啊。到时候北村要回日本的话，那他也要跟着回日本。哎呀，那这事儿可就难了。这样吧，先试试看吧。啊，你不愿意，也许人家愿意呢。哎，王先生啊，那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同意了？什么叫我同意不同意呢？我是乐观其成啊，我就是很高兴看到这件事成。那北村啊，就这么着啊，那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先生，我回来了。先生，我来吧，我来。赵老嘎的老婆跟你说了？哎，你同意了？北村，你真想在这儿成个家了？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了。战争以后你怎么办？北村，不是我反对你成家啊，可是你的情况呢，毕竟比较特殊，所以你在做出决定以前啊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不要为了解决一时的孤独。你要是娶了她，你可要为她的一辈子负责。战争以后你们怎么办？啊？你还回日本吗？你会带着他回日本吗？他愿意跟你回日本吗？这些啊，你可要考虑好了。先生，那个女人，我很喜欢。她和我在日本碰到的女人都不一样，和我以前的太太也不一样，说话走路都不一样。我看到他，就好像看到很多阳光。我是真的喜欢他。将来无论我在哪里，他就会在哪里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爱情。好啊，我支持你啊，但是有一点。你一定要对他负责，无论是现在还是战后。先生，我一定。人呐，看你这样，心疼啊，还有孩子。你有没有想过这往后的日子咋过呀？嗯？咋过呀？好好把孩子拉扯大呗。是。您不是说过，这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呀？哎，那话是那么说哈，可是这没个男人啊，这日子真没法过。哎，再说了，宁家呀，在咱这村里还挺单的，也没个啥近枝儿。这以后，桃花，哎，桃花，婶子不是。
是那个意思啊，婶子不是说你们家没竞争就受人欺负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婶子是说你这不才30岁啊，这往后的日子你咋熬啊？这就是命，熬呗。桃花，那个想过改嫁没？不改。为啥呀？不是现在。往哪儿改呀？带着两个孩子，到哪儿都是拖油瓶啊，受人欺负。我桃花就是死了，也不能让孩子遭这个罪。哎呀，婶儿知道，婶儿也是个女人。你说咱女人干啥事儿不都先想着孩子呀？可你不想想，那将来孩子这么小就没爹，那不还是得受人欺负吗？那你说咋整啊？这人都没了。桃花，行了，别哭啊，别哭。这婶子有个好主意，你想听听吗？啊，别哭。振子，你有啥主意啊？那个，咱改，不往外改，咱就改在清风岭，行吗？你说谁呀？北村。去。
对，你咋拿你不当人呢？我没有啊，桃花儿，你这话可说差了。你婶子哪能不拿你当人呢？说个伪村就拿你不当人了？你让人嫁给日本人，那不就是个汉奸吗？不，桃花儿，哎，今天这个事儿哈，婶子还真得跟你说了，说你坐着，来，咱今天不说嫁的事儿啊，咋的嫁日本人就成汉奸了呢？那他不是日本人吗？北村是日本人不假，是吧？他在中国待了多少年，在咱清风岭待了多少年呢？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那啥，他还是个日本人呢。是，北村呐、啊、是日本人，但是他对中国挺好的，是不是？过去他的老婆也是个中国人，你忘了？我平常看着你们俩一来二去的，这挺好的，是吧？这咋一提北村就成汉奸了呢？我可得批评批评你啊、哦，你这个理论不对，用那个王先生的话说，这叫愚昧。可是俺要是嫁了他，那不得全村人都得戳俺那脊梁骨啊？谁戳呀？谁敢戳？让他先戳我。这头两年婶子不敢说，这两年啊，你看看那北村，咱们村有谁拿他当外人啊？是不是？逢年过节的往家里拉的。再说了，桃花啊，你刚才说的对，你嫁到外村去了，你说你拉不着俩孩子，再受人欺负，嫁到本村那不就北村吗？北村就等于是倒插门，倒插门帮你拉拔孩子啊，能干个活，这多好啊！而且北村人还识文断字儿，将来啊肯定有大出息。你呀，吃香的喝辣的吧。婶儿啊，他是个日本人，那要是中国和日本不打仗了，他是不是就得回日本呢？这事儿吧，这得跟他提个条件。他要是想回日本呢，那你要不愿意，咱就不嫁他了。可是他将来想回日本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跟他一块回去呗。什么呀，我才不去日本呢。那就跟他说，就不咱不回去。那个我也问过他了，他说呀，打完仗想回日本去看看俩老的，那是应该的，是吧？他看完了还回来，他喜欢中国，还喜欢咱清风岭。婶儿啊，这事儿俺寻思寻思再说吧。寻思寻思。那件事，请答应吧。我会好好对你跟两个孩子，让我跟你一起好好照顾他们。拜托，请答应吧。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请答应吧。再见。哎，等会儿，那啥，打完仗你还回日本吗？拜托做我的太太吧，以后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。这么说你还是要回去？我会回日本看我的父母，但是我会回来，回来跟你一起生活。哎呀，你答应了。哎呀，好啊，真的好事。没有婶儿，俺还没答应呢，俺只是寻思了那天你说的话，俺觉得您说的有理儿，就是想在村里找一个帮俺把孩子拉扯大，可是俺还是有点担心。你说找了他，村里人不会骂俺汉奸吧？哎呀，你看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，不会。哎呀，哎，你要是真不放心，那这样，我呀让你叔去问问村里的那几个老人，他们同意了，这事儿不就定了？你说呢？啊，那要是这样，俺就没啥好说的了。好，那明天我就打发他去问去啊。哎呀，婶儿给你保证，肯定这个没人说三道四的。头年的时候，那几个老人还让你叔啊给那北村介绍媳妇呢，现在谁拿他当外人啊，是吧？哎呀，他问回来，这事儿要是定了，那桃花就这样啊。反正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咱也别那么多规矩了，婶儿给你挑个好日子，咱把婚礼热热闹闹的给办了。不能啊，婶儿，这寡妇出嫁哪能大操大办的，让人家笑话。哪天夜里，俺做上几个菜，把你和俺叔叫过去，俺给磕个头，
铺盖卷放一起，就算没事了。行了吧你，寡妇咋了？啊，寡妇的婚礼就不能大操大办呢？这事儿啊，包在婶子身上啊。婶子呢？北哥，新婚礼接纳了你，养育了你啊！你既然娶了她，你就要对她负责一辈子。啊，当然，先生，我一定。婶儿，这二婚不兴这么捯饬的。咋的了？二婚咋的了？二婚才应该好好的打扮打扮呢。孩子，行了，这家还顾孩子呢。婶儿啊，我这心里咋是慌得慌啊？你看你这孩子慌啥呀？一会儿你跟俺叔一定得过去给我主婚呐。放心吧，我们肯定去啊。哎呀，还有盖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。你会对我和孩子好吗？你不用怀疑，我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一辈子吗？一辈子。什么？太君，您的弟弟那次郎先生在清风岭娶媳妇了，是个小寡妇。这小寡妇以前的丈夫也是被皇军打死的。不要，死没死没？绝不会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这件事，出了门谁也不许说。要敢说出一个字，死没死没？啊，我不说不说，我绝对不说，我不知道。许三古帮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得到他们的信任了吗？赵老嘎好像挺信任的，但是有几个人好像有点怀疑。好，你去吧。嘿。次郎啊，次郎，你走得太远了。Yeah!
是，老板，掩护。别起重，跟小子拼了！